以后的视频的话会与个人美食还有这个景点这一块的话合作。今天下午的话我喊了一个朋友买了4斤的牛腩，然后在那边等一下，现在维格兰他的朋友还没有下班，然后我们就在这边这边等一下他，然后一会儿就过去。现在那个菜还没熟啊，那个牛肉还没煮趴，然后我们现在先开喝。还有4斤的牛腩，这样煮的，但是说这样煮的话有一点点微辣。这是挑好的牛腩买的哦，这里面一共有4斤多，而且吃了一碗半的。时间是压的刚刚好。你还有一股嚼劲吗？哎，你过了吗？吃起来的话，这个里面有一点点辣。非常的爽。小心，小心。嗯，烂了吗？是要烂了吗？啊？这个烂了吧？我开始。这个萝卜的话是压得很塌的。很塌。这你帮我做啊，哥。嗯，你不用管我，你不用管我。咸度这个的话是刚刚好，这个是我今天下午让这个老板买的。以后如果我想吃什么的话，我肯定会找他，我自己买材料让他给我煮，因为他是以前做过厨师的，从厨师出身的，煮菜的话是非常 OK 的了。